有诚意，结果鲜花还剩。平时，既然不认识伴娘，咱们也这么有诚意，来伴娘伴娘再一次面对面站好了。哎，今天认识伴娘了，有三种方式啊，礼节。第一种啵一口，第二种搂一搂，第三种握手。首先，主持人问您，这么多年来啵过女孩子没？没有。握过没？没有。握过手没？没有。孩子生着没大，活着憋屈。一样没做呢啊！来，今天啊，勇敢的来选择一种，啵一口。你懂舔嘴唇子是啥意思吗？上台没舔嘴唇子，着急了啊！来，他选择啵一口，你同意吗？不同意。不同意。啊，三个都选。哎呀妈，那你来吧。我说要是上台真上了，小我这个机会把握好了啊！既然不同意，就沟通一下感情啊！听说我的口令，我打孙扎怎么做啊？来，伴郎来，伸出你。拉上伴娘的手，哎，对，手机我们拉一会儿啊。来，伴郎拉着伴娘的手，伴娘的小手温柔不温柔？抠一手指头干什么意思？温柔不温柔？温柔。伴郎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他要啵一口，你同意不？不同意。还是他是冰山，我没融化得了。这么办，握着手背，握着手，亲手背一口，好不好，小伙子？好。别看着我啊，你看着他，你抓紧时间，来，没开始呢。没开始，没开上，没开上。这小伙子怎么这么着急？我喊一二三，开始，你再亲一口啊！来，准备好，准备好了，来，一二三，我喊开始了吗？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哎呦，这小伙亲的特专业，亲完就手就松开吧。来，面对大家站好，来，右下角哈喇子擦擦。从早陪到现在了啊，在这里代表伴娘把祝福的话送给新郎新娘，祝新郎新娘新婚，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一胎生几个？一对。哎呦，你家哪儿的？吉林的。吉林人都论堆呀、啊，人口太密集了。来，你结婚生几个？一包。一包。这小伙子太有才了啊！假如他们今年有个大胖小子，那爸爸爸爸叫什么？爷爷。奶奶，妈妈的妈妈，太奶。妈妈的妈妈怎么叫太奶呢？来，妈妈的妈妈，姥姥。妈妈的爸爸，姥爷。新郎，后面来。爸爸，伴娘，妈。爷们管伴娘叫啥？怎么喊出妈来了？来，你告诉他们的宝宝管你叫啥？姨。哎，你给伴娘叫啥？姨。我问你管伴娘叫啥？这小伙子思想网上都有点蒙圈了啊！来，在这里问一下，他们宝宝管他叫姨，管你叫啥？姨夫。来，大点声，管他叫姨，管你叫啥？姨夫。来，掌声送给这个色狼。在这里啊，再一次感谢我们伴郎伴娘的配合啊，也祝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喊一二三，选择一个退出。